有大臣，有船吗？没船，没船有臣，太尴尬了吧？通常臣不是会跟船一起吗？就是这种比较大的，真的没有船哎、欸！我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宇，欢迎来到我们的《一甸二亿生存系列》耶、yeah! ！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如果各位喜欢我的《一甸二亿生存系列》的话，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然后还有在下方留言说想要看我在《一甸二亿》里面做什么。另外，我想要宣传的是，就是目前看我频道的朋友们哦，其实蛮多新观众的。我看后台有将近70%的人是还没订阅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订阅，因为我今年有个目标，就是想要突破100,000订阅。然后我有想过，就是如果我突破100,000订阅，我就要来玩24小时不间断的麦块。但是目前24小时要做什么？还没有规划。那各位观众，你们看到我的背后这是什么？没错，中介祭坛。那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呢？那各位观众还记得前阵子阿神有在直播上面在聊一件二一四五系的这件事吗？那我今天就是想说，如果未来阿神加入了，然后进来玩了，他在这个伺服器里面，他就是我的后辈，我难得可以当他的后辈，在麦块上他是我的前辈，在这个伺服器他就算是我的后辈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照顾一下后辈啊。那其实是这样，就是我有想过，就是因为阿神他们刚进来嘛，对不对？没错，我就想说要照顾一下后辈嘛，对不对？我要为了未来阿神进来伺服器方便，我要帮他准备翘翅，而且今天只有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是有点紧张，为了我老友，为了我们的老友，我们要进去中介吧 ，Go。虽然是重置过的，但是这个中介应该还是有很多就是已经被找完的地方。其实我有想过啦，老朋友们我都要给一些这样子，想说老友嘛，帮一下帮一下。好啦 ，Go Go 吧，我们开找吧，我们就开始找有没有那个船这样。如果能打介甫河，当然是可以打了一个给阿神啊。老实说，我觉得是偏难啦，哇。都是这种小岛哎、欸，而且我还要注意我的，虽然说有我的翘翅有耐久，但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没有这样子。哎，这里有人探过嘞，有插火吧？是有人探过了，我一尴尬，我一尴尬。哦，这里很多座哦，哎，然后看一下哦，等一下哦，找到一个中介城哦，好像是没探过了，稍微打一下好不好？不杀完，哎，哦。家伙哦，找到找到，好了，掉两个就够了。那之后就这个就给阿神吧。没想到意外的就是有找到，这里好像就是没有被人探过的区域了。来看一下会不会有船吧。其实会飞了以后再来中介的，老实我觉得安全许多。有我的耐久还很高，不用怕会消耗完。那里有火把，对，那里应该也有来过。怎么大家这么厉害，都探这么远？有那个有可以回家的路，然后我先记一下。而且我从不会飞变得现在，我觉得我还挺会飞的。哦，我会飞，我会飞。如果我能找到两个的话，我另外一个是想要给巧克力，然后找到第三个就给哈基这样。那为什么哈基是最后呢？因为在我印象中，就是哈基都是照我的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可以，而且他有发委托。嘿嘿，我觉得中介最难搞的其实不是介福蛮啊，或者是中介龙，而是中介使者，因为中介使者全部一拥而上，其实他妈超强的，死亡率超高。阿神这一个翘翅不好找哦，哇，尴尬！哎，等等等，注意注意，有大臣，有船吗？没船，没船有臣，太尴尬了吧？通常臣不是会跟船一起吗？就是这种比较大的，真的没有船哎、欸，我操 ！OK fine， 看一下往哪边走。往右走看看哦，不，保持度是够啦，但是烟火真的是很怕不够呢，兄弟们。好啦，那我们这一段期间可以干嘛啦？边宣传，没错，各位观众，那个如果喜欢我的一甸生存系列，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每周六下午一点会固定更新麦克系列这样子，那不一定是什么系列。那欢迎各位就是可以帮我订阅一下这样子，对。然后如果流量不错，就是每一部平均都有过万的话，我就会考虑就是一周多更一点这样。哎，这个又是独栋城呐、啊，哦，很烦哎、欸。没有，就算不是独栋的，我他妈也没看到船呐、啊。而且我已经找到两个比较大的，但是还是没有船。找到啦，终于！来来来来，而且应该是没有被看过的哦哦哦。哎，等等等等，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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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哦，漂亮，应该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OK。铁跟甜菜种子还好，哦，钻石水哦，漂亮，丝绸之处，哎，错，哦，
噔噔，找到了！哎呀，漂亮，各位观众，任务完成了，兄弟们，任务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只要去做个箱子，插个告示牌，就大功告成了。好了，那我们就是回家后就是插个告示牌。我以为，差点以为就是你知道，我差点以为会实现不了。阿成本身是需要食物的这样子。对，我在想的是，就是我可以帮他搞一些就是面包。那面包有数量的话，我们就用按赞数来统计好了，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喜欢一个面包，这样统计到那个发了这部影片当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好了，这样子只要一个赞就是一个面包，然后到时候看要给多少面包，应该不会太多啦，顶多100-200个吧，应该好处理。而且要附加一下，就是我只能用我家的，对，我不能用其他人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回去吧。哦，这里又有哎、欸，等一下，巧克力，哇哇哇哇哇，中奖了，中奖啦，兄弟们，哎、欸。哪里？哇！哎、欸，可恶，跑掉了。啊，算了，先拿钥匙。哇，中奖啦，兄弟们！哇，两个，然后这符盒有6个，完全够用。那巧克力的我应该要放在哪里啊？抽风加吧，因为它现在听说好像是跟我那个系列一样，寄生上流。哎、欸，不会吧？又一栋。哦，没有，这个是被探过了，吓我一跳。哎呀，可惜只找了2个，哈记没有，哭哭。没事的，兄弟，你应该不需要我吧？说不定哈记在我这部影片发的时候自己都找到了，对不对？漂亮，好了，回家。哦，漂亮，哎、欸，等等。哦，没事，对，没错。我们回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啊，大丰，这次是大丰收哎、欸。哦，锻造模板，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锻造模板是干嘛的。好，搞定，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先去秋风家，然后再去重生点。对，啊，我刚刚应该先顺便去修补的，我的翅膀需要修了。哎，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先去秋风家，先去那个重生点附近。重生点应该在这里吧？其实我有点不确定，重生点，老实我有点不确定，重生点在哪？哦，对啊，重生点在哪？等一下，会死。先去安全的地方降落，应该是在这附近。但是老实说，我也忘记了。哎、欸，我记得那时候重生点是在樱花区，哎，还是我放那个啊？因为大家应该会逛吧，对不对？我放比较显眼的地方好了，这里我放这里，就是因为大家会来逛街嘛，对不对？新手讲一下，我放这里好了。好，我放那个温室这边好了。哦，这里好多东西啊！哇哦！迅捷药水怎么搞的？哎、欸，各位，我还是不知道那个哎、欸，豪罐可以干嘛？之前我东西放里面就再也没拿出来了。来呀、啊，先做戒符盒啦，各位。哎呀，哇，而且还可以做3个钻案，之后再去狩猎，多狩猎几个。然后我就插门口吧，这里给阿神，哎，给阿土阿神，这就送你吧。好，可以的。哦啊，不对，我要顺便给他戒符盒哈。对，给他戒符盒。好了，就这样吧。好了，这样我也先烤鸡好不好？中间珍珠就是当做摆饰好看的。这样。哎、欸，靠北。好了，这样还蛮好看的。最外面铺了卵石好了。没有屁用，只是好看用而已。接下来是去秋风家给巧克力。怎么感觉没几天没来，怎么感觉又变了个样？三小，这是巧克力做的吗？那巧克力是怎么会做的？地都整好了。哇，巧克力是有贡献的。哇，他对秋风来说是有贡献，不像我，我们都是白嫖的秋风。好了，再一个。OK， 搞定，漂亮。好，戒符盒也给他。OK， 完美，各位，任务成功。好，给他个鸡肉，因为中间珍珠不够了，所以哎、欸，好像可以哦，各放一颗。哦，好像蛮好看的哦。哎、欸，对，我给鞘翅没给萤火啊，算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好了，各位观众。哎，虽然我们是一见二意啊，但是我又做了一件善事了，真是开心。哈哈，这一切是来自于就是对
对于秋风的亏欠，然后跟以前跟阿神拍戏的时候，我真的太烂了，你知道？对于阿神的亏欠。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的1.21生存的话，请记得在下方留言喜欢。那这一集其实不算是主要生存的那个主轴，这应该算番外篇吧。那记得去订阅这个频道，然后还有开启小铃铛以及按喜欢，然后可以在下方留言说你们想看我在1.21里面干嘛这样子。最后就是一样，就一个赞就一个面包，统计到礼拜日中午12点。那我们就下部见，拜拜。